谢霆锋王菲自复合以来外界关注不断，两人的一举一动也牵动着粉丝和媒体的心。至于上次网友目击两人同吃麻辣烫之后，11月26号又有网友爆料发现两人一同外出的照片，照片当中谢霆锋王菲同穿黑色情侣装低调现身，一前一后虽然没有牵手，但仍然感觉甜蜜幸福。同天晚上王菲一身蓝色衣衫出席朋友的画展，被问及工作安排，天后只表示最近再无工作计划。对此就有网友表示天后是要忙着谈恋爱的节奏啊，也有网友调侃道居然没牵手，差评。近日谢霆锋的母亲迪波拉谈到王菲复合时称儿子转变很大，调整作息，不打游戏，不喝咖啡，还找医生调整骨伤，让他非常的开心。看来爱情的力量真的是够大呢。腾讯娱乐整理报道。